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，今天我要来挑战这个，拉四五十公分，它有好多口味啊，大家来挑战看看，看能不能拉四五十公分。现在来准备要点餐而已，那谢谢你。我点的是章鱼棒，它就是把热狗放出来，然后切一切变章鱼状，应该正在炸。现在来挑战看看，到底我可以拉多长？能不能挑战成功？成功的话有送饮料。好，请餐。姐姐，这样在这边啊。好，然后我要挑战那个拉丝。你拉有就叫我就可以了。拉叫你是不是？来，我直接拉了。好了，要看看呢。很难拉哎，它里面没有融化掉了。它里面没有融化掉，说。哦，没有融化掉，但是还没有办法拉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饮料给你。我今天没有挑战成功哎。我又掉了一根，因为失败了，所以再挑战一次。好，准备再挑战一次。小展子要来挑战了。OK， 就算挑战成功啦。再咬长一点。挑战成功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哇，流下来了。好，应该有五个。